学生活怎么样？中央戏剧学院的生活现在是不是还蛮享受的？现在刚刚适应一下。接下来的这个生日上有没有什么样的愿望呢？很多人都在祈祷说你的生日的愿望，能不能在现场也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？生日其实就是因为18岁嘛，然后所以会跟粉丝朋友们开一场生日会，然后所以也算一个小惊喜吧。拜托在微博上留言说想问一下千玺，你有没有自己特别中意的生日礼物，想要就是在你这一天的时候能够得到，或者是自己有没有一个小目标？我其实生日愿望就是能跟家人朋友在一块儿过生日。